嗨，大家好，我是 Paul， 欢迎你们来我的视频。还没有开始我们的视频之前呢，我有一些东西要注明一下。在这 YouTube 里面呢，因为我最主要的是因为我要分享我的 experience 给人家，因为有时候我在这些 YouTube 里面呢，有很多东西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在讲英文，没有很清楚的介绍他们的产品。在我的视频最主要的是我要给这些人清楚的这些产品它的用处是在哪里，它有什么分别。因为我看过很多视频，他们介绍他们产品没有介绍那么清楚，所以我希望我在我的视频里面呢能介绍清楚给人家。我只是一片好心来介绍这些产品，因为很多人他不懂这些产品到底好不好啊。所以在这些产品里面呢，我挖我自己口袋的钱，因为没有人赞助这些视频，很多人都不懂这些产品好不好，怎么去用它，有什么分别。那么在我的视频呢能帮助到他们，因为我看过，好像我看过很多视频呢，他没有清楚介绍他们的产品，他一直讲说他的东西很好啦什么等等的，可是我买来的时候就看的是不是这一回事，这个东西这个产品却没有这么好用，它还是它很多问题存在。所以我感觉到有些视频呢他们讲话很不诚实，所以我希望我在我的视频里面呢能帮助他们有一个好的选择，而买不会说买了之后才后悔。在我的视频我很诚实的，就是我从来不讲谎话，那个东西好我就讲它好，不好我就讲它不好。有时候在外面碰到一些摄影师呢，他们讲我很不诚实，因为我有曾经问过他们几个问题，那么他给我一些不诚实的答案。其实我有用过他们的方法，可是根本是行不通的。所以在我的视频里面呢，我希望能帮助到这些人，我很诚实的跟他们讲，所以我希望这些产品能适合你们。有时候并不是我对那个产品有偏见还是什么的，因为我是很诚实的去讲，好用就好用，不好用就是不好用，我不会去勉强的说这个不好，我硬讲它这正品好。我很诚实的去讲这个产品，就给你们就认为这个产品适合你们吗？就是这样而已。所以希望我的视频呢能帮助到这些人，能给他们有一个好的选择。其实我每次做一个视频呢，我会想很久的时间去怎么去冲去做，把这个视频把它做好。所以其实做一个视频是没有这么简单的。好，现在让我们进入我们的视频，让我们开始吧。今天的视频呢就让我们来讲解这个 Viltrox 85mm 1.8 这个镜头。当我买这个 Viltrox 80mm 的时候啊，我非常的后悔，因为在那个 website 里面呢，他跟我讲这里是 autofocus， 他那边注明是他的这个 lens 是 autofocus lens。
当时我收到这个镜头的时候呢，我当时没有注意看，因为当时我以为是 autofocus。 那么我猜错，我用的时候它很多问题存在，所以我感觉到这个不是完整的产品。所以我当时我放第一个视频上去的时候，我 还没有去注意到这次 manual focus。 之后我放了几个礼拜后，我说，哎，是啊，我之后我看到下面一个字，它写 manual focus。 虽然当时我感觉到这个博道很奇怪，当时我拆出来看的时候，它有那些 connection 啊，那些 grooving 格，哇，当时我以为它是 100% 是 autofocus， 但是我真的是没有注意看。所以我看最后看的就是，诶， manual focus。 所以我感觉到这个产品呢，它设计的很怪，怎么讲呢？它有那些 connection， 可是它却不是 autofocus， 就是感觉的很奇怪，为什么有这种设计？所以它这种设计给人家很矛盾呢、啊，到底是 autofocus 还是 manual focus？ 如果这是 autofocus 啊，它会卖的很好的。可惜的，它不是 autofocus， 它是 manual focus。 那么让我们来拆出来，拆出来给你们看一下，看那个镜头是怎么样。那么现在我已经把它拆出来了，所以这个镜头就在我手上。所以它是 Viltrox 85mm 1.8，你看它有那些 go finger， 它有那些 connection。 那么奇怪的是它还有一个 USB for firmware update， 可是它却没有 firmware update。 OK， 它的 lens 是蛮美的，它的 coating 是 OK 啦，还可以啦，它蛮美的。那么我感觉到这个 Viltrox 的 lens 啊，我感觉到 build quality 蛮不错的，它是蛮重的。在这个镜头呢，我感觉到它并不是好像那种 plastic 的那种 quality。 那么我感觉到他们很奇怪，为什么他们设计这种镜头出来？那么在这个 Viltrox 85mm 1.8这个镜头是不是好的选择呢？所以我认为这个镜头是不，对我来讲不属于好的镜头。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可是在你们呢，你们认为这个镜头适合你们吗？这是每个人的意见都不同，我也没办法去讲。如果这个 Viltrox 呢，它是 autofocus 的镜头呢，它会卖到很好的。可是可惜的呢，它不是 autofocus， 还有它有些问题存在。说到最主要的呢，是因为它操作的不好，它有些问题，所以等一下我会做给你们看它的问题存在哪里。
说这个 Viltrox 是不是你的选择呢？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那么我希望这个视频能帮到你们有一个选择，给你们了解这个 Viltrox 85mm 是怎么样的镜头。说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为止。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呢，就给我一个 thumbs up， 谢谢。